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全国十大步行街的钟楼街。那钟楼街呢，也是始于宋元时期，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，也算是太原商圈的一个地标性的新建筑。那么今天跟随我们的镜头呢，一起去看一看钟楼街里到底有什么。Let's go。想要给长辈送点礼，又不知道买点啥，那就去太原老字号钱和祥带点茶叶，去邮局给十年后的自己寄一封邮件。你是否也像现在一样有很多话说？烦躁的时候就去钟楼书院看看书，让心情慢慢平复下来，去看看20-30年前的名牌华太后。你是否也在这里买过漂亮衣服？逛累了就去尝尝太原人的童年味道。看那边就是有着十几年童年味道的老鼠铺元宵。再看看当年臭美的你，是不是也来过这？您好，太原美容院贵宾里边请。最后再找一找 X 店门口可爱的大熊猫，来张合影吧。说实话，今天逛了这么久，已经2-3个小时了。其实呢，总共逑了也没有钟楼街的1/3。我也希望外地的游客呢，能够真正的来到我们山西太原，真正的走进我们的钟楼街，来仔细的看一看，瞧一瞧。